系啊，呢度个风景又好靓啦，咁所以同埋系31号啊，12月31号，咁几特别咯个日子。我参观过三年，系今年最好嘅，因为第一唔冻，第二真系有太阳。长跑一个好好的平台，所以咧十几年咧工联会都一路坚持继续搞嘅。咁啊，工联会亦都系70年嚟咧都系长跑，充满活力长跑，继续为工友服务，为劳工权益服务。希望咧未来我哋打工仔能够再进一步系争取一个标准工时啦，系唔需要咧用咁长嘅工作时间预知生命。就是因為機場很多工友咧，嗰個工作時間長啊，所以咧我哋工會咧都經常搞啲不同咧文娛康體活動，俾佢哋咧喺忙裏偷閒有個舒展心身嘅機會。我哋好希望咧，政府咧喺推動運動嘅同時咧，其實標準工時好重要啊。好多工友同我哋講咧，成日加班又冇 OT， 咁點樣放工做運動呢？咁所以如果政府咧要鼓励市民做多运动咧，所以标准工时立法咧，我哋会喺立法会继续跟进同争取嘅。尤其是我哋嘅妇女啦，我知道咧，大家喺工作啦同埋家庭上面嘅压力咧都会好大，好忙。但系咧，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抽一啲时间啦，例如喺亲子嘅时候可以做一啲同细佬哥一齐玩嘅一啲活动啦，健康嘅活动啦。咁如果可能喺公司嘅时候，每一日咧可能抽5分钟，起码做少少嘅大氧运动，帮助自己提升咯。咁我心情好开心啦，即系都系好难相信，系咯，攞第一咯，系咯，都好开心啊！下年试下10公里咯，我第一次参加呢、這个，参加呢个嘅，咁觉得几大型嘅，系啊，见啲气氛都几好。好適合啊！今日即係又涼啦，跟住可能係太陽打咗少少啦，但其實都啱啱好噶，我覺得個氣温就好好跑嘅，係啊。